广告。广告。腾讯视频里 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。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暂停。下一集0:41直播 ,1:41 弹幕高清超清 ,720p, 高清 480p, 标清 270p, 倍速 0.5x, 1.0x, 1.25x, 5x, 2.0x, 倍速播放。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。广告。恭喜丁俊晖晒女儿小脚丫，宣布升级当爸爸，50%、75%、100%。00272006B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% 视频协议 http://cdnapd723.0945b639bs2391ca88328036893v SMTCDNS.COM 下载速度缓冲质量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3日15:40播放流水514D26F4B749A229898F3FCRFD3D07020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。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，恭喜丁俊晖晒女儿小脚丫，宣布升级当爸爸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d002720B img.http://news.gtim.gdncom.news.app/0503735222640400 视频。恭喜丁俊晖晒女儿小脚丫，宣布升级当爸爸，时长约1分41秒。腾讯体育8月27日宣布出所量，刚刚做了父亲的斯诺克球手丁俊晖已经沦为晒女儿狂人。26日丁俊晖在微博中发出两张爱女的心境照片，一股浓浓吩咐爱瞬间满屏。8月10日著名斯诺克选手丁俊晖在发布微博长途跋涉，终于见上大宝贝了。见到自己新出生女儿的丁俊晖掩饰不住当父亲的激动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两张父女合照，其中一张是他坐在沙发上怀抱着女儿的照片，另一张是丁俊晖手叉腰站在正安安静静的睡着的宝宝身边的照片，场面非常温馨。丁俊晖在微博上很少更新私人生活的状态，儿子2018年7月份以来他简直成了晒娃控，多次更新与孩子有关的微博。在2018年7月13日丁俊晖更博，今天我也来晒晒娃，配图是他和妻子张媛媛的合拍的孕妇照。2018年7月29日在微博晒出出赞助商赠送的礼物，有小宝宝穿的鞋子、衣服和一只布娃娃等，并配上祝福贺卡，内容是恭喜文心辉哥即将荣升全世界最幸福的爸妈，祝宝宝健康快乐平安成长。2018年8月4日刚刚玉山的丁俊晖晒出收到粉丝赠送的礼物，礼物上画的是丁俊晖一家三口的温馨和开心。2018年8月8日丁俊晖发文顺产母女平安，成功晋升奶爸，收到了岳云鹏等众多人的祝福，以及后来晒娃照。至今丁俊晖依旧沉浸在做父亲的喜悦中，从发出的照片看到丁俊晖把女儿放在了一个奖杯里，周围布满了斯诺克球，看节奏丁俊晖已经为自己找好了接班人。我们从他发布的这些照片当中可以看到，这个小孩子是睡得特别的香，才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头发已经长得非常的茂密了，我们从他的鼻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特别的像爸爸丁俊晖先生。虽然当时孩子的眼睛是闭着的，但是从他的脸型上看特别的像爸爸。其实大家都说女儿长得像爸爸，看来这句话是非常对的。我们在他的微博当中也是经常看到他晒妻子的怀孕照，我们从照片当中也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宠妻狂魔，
当时他很认真地在听着妻子的肚子，感觉真的很幸福。其实丁俊晖先生自自己出道以来，个人生活就是非常保密的。就在他2012年的一个比赛完后，他才给外界公开了自己的恋情。他的妻子叫做张媛媛，是一个杂志社的编辑。他们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殿堂是在2014年的时候，他们这对夫妻也是相恋了六年，结婚了四年，感情生活还是非常的不错。现在能够得到一个女儿还是很幸运了。大家也是特别衷心的祝福丁俊晖先生，他们一家能够很快乐的幸福下去。董小麦。